如今哈坡的位置，并且最精华的地段是靠您自己体力来完成的。下来时候呢，还需要您到第七个敌楼乘坐缆车下来，下来地方就是您乘坐返程接驳车的地方。乘坐缆车可以看到长城全景，供您选择。另一个呢，就是徒步望城考。徒步登城考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最早开放的一个登城考。